小歌王擂台赛过来哦，今天就是咱 last 最后一周，所以咱的杨东林敢有法度精雕的做咱的擂台主，摕到10万块的奖学金。我们先有请我们最可爱的杨东林，来来来，加加请加请。得转来的，我要拼上好我的一关，请大家来给我加油哦！好，我们以后干脆哈，所有的参赛者都比照这样的台词，你看这样子15秒就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哈，他不用讲那什么现场观众、电视机前的观众、哈海外电脑前的观众，都不用讲那么多了，好不好？哈，这样比较快。对哦，我们今天有参赛者哦，有。今天3岁就上电视节目参加比赛的小哥哥，我们欢迎王文信。杨东林的10万块近在眼前，想袂到这个时阵竟然杀出听家己。我听你咧唱歌吼，我差点就哭出来，因为我看到你一直咧看爸爸，哦，我看了就感动。我觉得你这个突然在那个地方是挖熊睡这样，像挖熊这样子，很厉害。这10万块到底是降落谁家嘞？我们欢迎王文信。然后我叫王文信，今年7岁，我带来嘉义，欢迎大家来嘉义佚佗哦。嘉义啊，嘉义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有人说我们红人榜有个小陈小云，所以大龙哥你给你叫吗？敢有？无。啊，你很会唱陈小云的歌吗？对。哦，还会唱什么？歌背中影。啊，背中影哦。背中影安怎唱咧哈？我老师会晓。啊，好啦，会晓啊，真正会晓。哦。刚刚不是比赛哦，哎，不是嘞，可是我叫伊唱两句尔，啊，伊唔知要选多两句，哎呀，吼，啊，够一个卡森辉摇个安尼吼，我，伊唱歌安尼，我头前安尼摇厉害无？哎呀，你讲笑个安尼，歹势，小娜哎，安尼笑。那我们文心是文心嘛，对不对？哈，3岁就开始出来唱歌啦。对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谁教你唱歌的？自己听音乐的。哦，那是天才儿童哈。啊，你想大一唱什么人的歌？还不知道。还不知道。还不知道。啊，你今天要唱什么人的歌？孙淑媚。哦，多几对。温情无人可比。哦，温情无人可比呀、啊！哦，厉害呢！啊，你都没请老师教？没有，没有哈、哦！啊，今天谁陪你来？爸爸妈妈、弟弟都来了。哦 ，OK， 在哪里？在那里。啊 ，OK， 好。那杨东你很厉害，你知道哈？知道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
你讲啥？我讲唔对。哈哈哈哈哈！伊讲唔对呀。啊！你在回答什么？伊讲你知影。没去你啊！好。你头先讲唔对，我讲唔对。到底要唱什么歌？对对对。哇！这有够会跳舞哎！这不好唱呢。这条歌你目睭乌吗？我三岁就去，就唱歌比赛就唱这条。哦，三岁时阵就唱这条哦。呀，哦，文心，那你三岁时阵比赛唱多几条？吃鸡卵泡啊！哦，吃鸡卵泡啊！哦，很多事情在歌名里面都有蕴含很多意义哈。OK， 我刚刚在两位在那里哦。哇塞，我个苦哎对哦。好。真的很可爱哈，这个不管输赢怎么样，都是带给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个舞台表演。好，我们欢迎两位，好吗？好，两位加油！谢谢王文馨。接下来杨东林带来的歌曲是《堆堆堆》。杨东林的最后战役。千江水，千江月，千里梦，千重山，千里江山，我相随。我觉得你这个突然在那个地方是我相随，这样，像我相随这样子，很厉害。因为我给你我在红人榜给的最高的分数。小小歌王擂台赛最后一战，千江水，千江月，千里梦，千重山，千里江山，我相随。
万里城，万里树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，我上了桥。什么款的早起，什么款的高兴，什么款的晓雄，凭阮青马对风尘。什么款的爱情，什么款的对路，什么款的温柔，乎阮日夜拢想你。真久以前，浪子的传说，如今拢烟在起。真久以前，浪子的传说，如今拢烟在起。谢谢文馨，好哇，两个小朋友都唱得非常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厉害哟。那么我们这画面导播很难带哈，好。好那么我们首先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演技啦，哇，这句唱得太好了。厉害！伊迄个怨气真正是好，亲像这个女人的怨气有多深啊？呢，你迄个当年你看过？这个手这是什么？你再比一次。我上水。水，啊个上水。哈，这妈妈给你教的吼。是吗？伊通常咱拢是安尼尔，伊是会安尼。会安尼。哇，真正有水吼、哦嗯！来，我先来讲这个文馨吼、哦。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好棒哦！哇，谢谢老师。我听你咧唱歌吼，我差点就哭出来，因为我看到你一直咧看爸爸，对不？嘿，哦，我看了足感动诶。一个小孩子，人讲哦，爸母是囝的母，是大人安那教，囝就会变什么款。啊，你今仔日吼，教导讲今仔日来选这首歌，结果这个孩子在舞台上，既然目睭都是安尼，从头到尾金金，都是一直看到爸爸。哦，我好感动，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哦。所以刚才看着爸爸唱的，我有吗？有没有？有。你如果有兴趣朝这个方向，你要继续唱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你真的唱得很棒。然后当年呢，这首歌除了讲舞色，除了讲头前哦，应该是讲头前你这个上水扰乱一个所有人，给你拍破啊，你拍全拢规个乱去，对不？有无？有吼，但是足厉害，就是你搁抓倒回来，你知无？我已经听无拍走去倒啊，结果你搁抓会到哦。而且抓到后来，他整个拍子完全在拍子之内，把整首歌吼会当唱完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奇迹啊、嗯！你很棒哈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景贺，景贺。那么因为是小小歌王擂台赛的最后一周了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哦，你也知道哈，好，你最后一周才来哈，OK， 压轴。所以我们要给 Freddy 老师最后一个机会哈，你想办法讲出东林可以听得懂的评语，OK， 好，请加油。恁两个过来唱歌吼，一定会搁唱足久的啦。
啊，我希望恁两个吼，爱甲即个主人，我即马讲的话，恁爱听有无？拜托的，要不我今日就整个都拍算，我唔知今日来创啥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即个主人的代志上重要，主人的感觉上重要。恁两个吼，未来继续唱歌吼，你的即个技巧啦，即个足侪老师会甲你教。啊！但是你即马即个唱歌的即个感情，啊，迄个主人的迄个曲势，迄个主人的迄种这个心，完了，我现在下一个字一讲，一定听不懂，身心合一的感觉，一定爱会记的，这是上重要的。以后你来，即个感觉吼，拢无放袂记吼，你以后一定这个不管唱什么样的曲风吼，不管走什么样的歌路，拢会足顺的，好不？安尼敢有听有？好不？听有。哦，听有哦。东尼，你敢听我？我哦，厉害厉害！那接下来这就挑战东尼了。许昌德老师，请讲评。我先讲文心。我讲文心，我觉得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真的非常的聪明，因为你每个字句都表达的非常的清晰。这对一个六岁的小孩子来讲，这是超厉害的啦。啊，就是七岁跟六岁有那么计较吗？这一点是很厉害的，这是我觉得今天听到你就是对爸爸唱可能那个比较煽情一点啦、啊，很有感觉。可是我觉得你把每个字掌握得非常好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然后东林呢，我的看法又跟雅文小姐不太一样了。我觉得你这个突然在那个地方是挖熊睡这样挖熊这样子，很厉害。你很厉害的所在就是妈妈都不知道你做什么，你都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今天很赞，今天我给你我在红人榜给的最高的分数。谢谢老师。哎呦，那我们必须把这个比赛的整个的制度、啊、做一个完整的总结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我们小小歌王擂台赛是从暑假开始，那我们都会找三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来参赛，那我们今天是以第十周了，我们本来就预计十周，对，我们然后呢选出最后的卫冕者，我们会给奖学金10000块钱，那就是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、喜欢唱歌的小朋友，因为平常开学日他是没有办法来比赛的，所以特别为暑假设计的这个小小歌王擂台赛。对，但是因为东林已经连续称霸了好几周了，对，今天来了文心这一位非常厉害的小歌后，所以如果今天文心赢了东林，他就是只来参加一次就可以拿到10000块奖学金。是的，赛制就是这样，所以东林，你有信心没啦？有。那文心，你有没有信心打败东林？哇，这样真的就。真彩啊！就来搞老师的分数，另外两个都叫我信心 ，kiss 拢这么好。是啊，啊，我们看成绩呢，哈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先看文心的成绩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加油！文心会得到几分？哇！谢谢老师，真的有信心拿到23分，非常非常高的分数。哇！而且阿德老师给了4.8分哦，对，很高的分数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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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东林，你也给你无？没有。阿爸不离100块文心提起，我紧哈。我紧。好的，评审请下分数。小小歌王擂台赛最后一站，哇哇，23.4分。阿德老师真的给到4.9分，你看哦，东林，我今天可是头发跟你是一样的哦，你看我很支持你哦，对不对？哇！不过文心的表现真的非常好，也给他带来很大的一个威胁。好，将来等等。好，还好，没关系，才第一次来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明年暑假早一点来。好，好不好、啊、？OK， 好。有没有话要跟爸爸妈妈说？没有。好。有没有要跟弟弟说？没有。好。那谢谢你哦，好不好？唱得很棒哦。好。有闲大家来去嘉义佚佗哈，你住嘉义嘛，对吧？对。好 ，OK。嘉义县县长叫什么名字？
不知道，正常 ，OK， 非常好，这才是小孩 ，OK， 好，谢谢文心，谢谢文心这边哈，乖，好棒哦，厉害，23分哈、哦，这个明年暑假见，好不好？哈、嗯，东尼，恭喜你，对啊，我们恭喜杨东尼拿到10000块的奖学金，拍手，那我们有请杨老师为我们颁奖，恭喜杨东尼，恭喜杨东尼。奖杯好謝謝哦，黑暗也二哦 ，OK， 阿哥10000块，好，恭喜杨东林，恭喜，哇，真的10周拿到这个奖杯，因为这几个礼拜来杨东林表现的真的非常 好，也深受所有的观众朋友的喜爱，所以我们的制作单位还要另外颁发一个大奖。我们制作单位给杨东林一个大奖呢，就是我们会跟杨东，给杨东林一个5年的合约。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们就锦上添花嘛。如果改天杨东林如果要出唱片的话，我送你一首歌。哇！哇！那就好，黄胜亮老师。好，如果子宏老师要送一首歌的话，那我送你来我录音室免费录这首歌。哇！天龙分级啊，胜亮老师，胜亮老师。东林一定有这个机会变成一个全方位的歌手，所以说我想上力这个去上这个重金属吼腔的课程，好不好？我不笑。你知道，我知道你搁听无啊？什么是重金属的吼腔？重金属你知啊？唱歌拢用话，你知不？示范才会懂，示范才会懂。要不我来唱，我唱背中影的第一句，你嘛唱，我用重金属用话。欢喜来啉烧酒。水，你爱唱吗？我你啊，我袂。啦，你会样啦，你试看卖下子。预备开始。亚文老师，东林，老师送你去收惊。你真正惊到啊，头段歌拢唱袂出来哦，我就送你这哦。好，阿德老师。没有，我本来是很开心要送这个礼物出来，可是听说他们的礼物以后都不敢送。然后呢？而且我就觉得说，东林一定很气，因为今天没有一个礼物是适合他的啦，都好像是送给他妈妈的，哪是送给他？我说至少要送给你东林一些糖果嘛。可是我今天不是准备糖果，哦，有实质的东西哦，就是为了要送有意义的、很不一样的礼物，所以呢，你要上台吗？没有，我居然用我自己画了一个图给他。啊？这个真的有意义吗？等一下。然后这个图呢，这个文字呢，东林你现在一定看不懂，可是我相信你以后长大了以后就会看懂这里面讲的话。你也好好留一张哦，哈，真的哦，老师做先了哈，这个就给他的哈，跟你妈妈还给你坑我喝哈哈。东林你要记得，以后我变成国际大导演的时候，这个就很值钱哦。是，所以我们非常的这个为东林感到高兴，也谢谢你这个几个礼拜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快乐。那希望你这个要上小学了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么能够学业进步啊！我天哪，我在想唱歌啦，我在讲什么？接下来就鹏程万里，好无聊哦哈啊。欢喜上学，好不好？欢喜哦，好，好，继续唱歌哦。好，恭喜杨东林成为我们小小歌王的擂台主，谢谢。十礼拜擂台赛真紧就结束了，虽然讲一个开始是要办给小朋友来过暑假，最主要哈是暑假总要为小孩准备一些活动，也让喜欢唱歌的朋友、小朋友可以有一个舞台。练练你的嗓子，练练你的胆量，我觉得这个是意义比较重大。严格大人可能算了比囡仔够较欢喜。好，我。也艺术是啥？也艺术，说是我爱吃什么。哈哈哈！你听有？哦。其实平心讲这多，拢只是希望因听有一句话，你们就唱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欢喜，大家唱歌就好。啊，继续保持，好不好？继续唱台语歌，继续讲台湾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祖贤，我为中华在等啊。比赛结束啊，严格台语文化在因的身上才刚要开始尔。